请传戒法师身坐。宁清哲问讯。诸善男子、善女人一起向上排班。至诚顶礼传戒法师三拜。阿弥陀一拜。阿弥陀佛。大众请长跪。戒本请翻到41页。夫戒海无涯，以一滴而为铜泉水，至山普药，登一步而光照通身，不戒标志。望阳必退，肉逢两倒，超近可生。亲为汝等恭请树林菩提堂上上赞下乐法师，为汝等做八戒本师，请师之语汝何至诚，恐汝未能，我今教汝称自己名行诸，其余言辞随我所到。翻过来42页，大赞其念。大德一心念我弟子行诸，今请大德为八戒本师，愿大德为我做八戒本师，我依大德故得受清净戒，持悯故。就礼一拜。第二遍。大德一心念我弟子今请大德为八戒本师，愿大德为我做八戒本师，我依大德故得受清净戒，持悯故。就礼一拜。第三遍。大德一心念我弟子行诸，今请大德为八戒本师，愿大德为我做八戒本师，我依大德故得受清净戒，大持名故。就礼拜。
开导。啊，观音菩萨，请坐一下。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各位菩萨请放掌。阿弥陀佛。那时间一分一秒在流失，时间跟我们生死做记载，所以当我们真正了解佛法的时候，那你才有办法掌握你的生命，了解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说佛法让我们觉悟啦，觉悟世间是苦的，明白啦，明白因果是真的，更加的体悟轮回的可怕。所以我们不想浪费一分一秒，哪怕是没法会，佛珠都不离手，哪怕是很忙，但是你的身口意还是显现慈悲。所以来到佛堂的目的是为了坚定我们的信仰，更加的相信佛所说的唯有听经闻法才可以过着快乐的日子，唯有实践佛陀的斋戒才可以真正的离苦得乐，唯有帮助众生内心才得以踏实。所以我们没有浪费生命，乃至于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祖先能够离苦，让众生能够免于种种的忧悲苦恼。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女众过得很不好，
忧愁，来到金色问佛，佛世尊，我怎么过得那么痛苦？为什么人家有小孩，我却没小孩？为什么人家有人疼，我为什么老是被人欺负？为什么人家爸爸妈妈啊都很照顾他的儿子女儿，为什么我爸爸妈妈看到我就骂？为什么人家事业有成，为什么我三餐都有问题？这个重不重要啊？重要啊，问佛这个问题啊。佛看着他，对他露出微笑，一脸慈悲的脸，语言行为模式都展现在佛陀的身上。所以佛告诉这个女众，世间是公平的，什么样的行为就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对待世界如何，你周遭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这个菩萨听了好像懂又好像不懂，继续又问佛，那我该怎么做？佛就为他讲了如何修福升天之道，断除烦恼，解脱生死，做菩萨往生净土，重不重要啊？重要啊。这个就是佛告诉这个菩萨，也借由这个因缘啊，来告诉我们要如何离苦得乐，次第的修行。所以佛每讲一句话都代表他无量的意思啊，所以对这个菩萨说如何修福，那代表世间有福报，第一个就不堕落三恶道了。不堕落三恶道并不代表没有恶业，是你这个善业大过于福报，所以先不堕落，先在人天享用。但是如果你福报用完了，那会怎么样？苦就来了，对不对啊？对啊，就像各位，你口袋有10000块啊，有安全感，有没有安全感？有没有安全感？如果没有钱，你会怎么样？啊，我等下要吃什么？啊，寒嘞，我无衫嘞，啊，没有钱跟有钱差很多，身上没有钱，那开心玩乐吧，相不相信？相信。相信啊，没有钱，哎呀，中立八方斋戒，我要怎么去啊？大家在放生呢，我没有钱，我怎么办啊？我喝嘛不？大家都在做好事，啊，我没有一点钱，我都不能参与呢。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怎么样？万万不能啊！这是对世间法会说呢。对佛法来讲，钱重要还是福报重要啊？福报就有钱，有钱不见得有福报，有钱就可以累积福报，但是累积福报不一定用到钱，有没有道理啊？听得懂吗？对啊，啊，所以福报是修来的，所以世间的这些福报就分成六个。哪六个？大
家跟我念一遍，求福，求福莫过于斋戒布施，求寿莫过于戒杀放生，求安莫过于忏悔业障，求德莫过于皈依三宝，求慧莫过于亲近善知识，对，你要有福，不恶法门，斋戒又布施啊。所以各位今天两个有没有啊？有，有啊。布施功德大还是斋戒功德大？斋戒啊，布施有福，斋戒让你的福报稳固，啥意思啊？所以叫做戒为无漏，你的钱怎么用都用不完，啥意思啊？戒稳固了，你身上有10000块，你有持戒啊、五戒啊，乃至于八关斋戒啊，乃至于菩萨戒啊，你这个戒多活一天，你这10000块变10100块，钱花完了，但是钱还在，知道吗？看不到的钱还在，你给的越多，得到的越多，用在三宝上面，用在智慧上面，用在慈悲上面，用在佛法僧三宝上面，那这个福报是无穷尽的。读那一遍，三宝门中，福好修，舍易得万，对不对啊？对啊，是啊。所以以福报为基础，布施、斋戒、求慧，要不要长寿啊？要不要健康啊？要不要不生病啊？要不要那里不要痛，那里不要痛啊？要啊。北中南跑来跑去，看了很多菩萨们，自己也会提醒，有些老了，有些病啊，有些癌症啊，有些不能走路了，像前几天我们弘法院的法师传了一个照片给我，我们台中的义工，以前的很发心的，都跑第一的，办法会的，师父说什么都冲啊，现在住院了，现在插管了，他照片给我吓一跳，连个人都快不认得了。各位，我们要有无常观，好不好啊？好，看到人家生病，我买了那样，看到人家卧床，哎呀，我就干嘛了那样，看到人家癌症，我也会这样的。你不要说不可能，你不要说没这回事，你不要说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谁知道过去造什么业啊？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佛要我们这样子观想，这样观想对你有帮助啊，不会造业啊，你会精进啊。今天传一天的八万斋戒，你会讲恶日恶业啊。你会想，赶快把我们业障多消一点啊。那所以种好因就会有好的结果。我们一起朝好因方向努力，好不好啊？一点都不想伤害任何一个人。用我们的生命来保护一切的生命，用我们的念头永远不离开智慧跟慈悲啊！刚刚讲的这六个就是智慧啊，唯有智慧才可以显现慈悲，因为自己不受苦，你才有办法帮助众生。什么叫做智慧？给我念一遍，戒杀就是智慧，放生就是慈悲啊，什么道理啊？智慧，自己不受苦叫智慧啊。那你不受苦，你就不要伤害众生啊。给我念一遍：不偷盗是智慧，妄行布施是慈悲。妄行布施是慈悲啊。给我念一遍：不邪淫是智慧，劝大家不邪淫是慈悲。劝大家不邪淫是慈悲。这个就是断。
断恶修善啊，断恶是对自己的智慧啊，修善对众生是慈悲啊。那这样子做就符合什么？给我念功德。对啊，断恶名为功，修善名为德。达摩祖师说的，内省名为功，自尽其力名为功，慈悲名为德，利他名为德。所以各位今天有没有功，有没有德啊？有啊，功把关在一起，德回向给众生啊。所以大家知道一个方向，那你要求平安，那你就要忏悔。为什么要忏悔？因为业都在身上，报障、业障、烦恼障都还在。报障现在发生了，现在发生的事情了，没办法解决。报障、业障还在后面，烦恼障根本头目、贼王、贪嗔痴是贼，引申出来的就是报障跟业障。虽是贼，但是一念的回光返照，就可以变成法王。法王皈依三宝了啊，开始修行了啊。所以忏悔业障天天要忏悔，出家人天天拜八十八佛啊，然后求得。各位要不要圆满的得到一切的福报资粮功德？要不要？要。皈依三宝，他的次第皈依三宝，一旦皈依了，三大道的门就关起来了，开始修行了。一旦皈依了，诸佛菩萨就加持你了，加持你了。本来喜欢看漫画的，现在喜欢看佛经了。啊，本来不喜欢来寺庙的，一皈依了，就有一股力量不得不来。啊，你懂不？就是有一股力量断恶修善的意思啊。求慧、智慧、辩才，头脑清楚，斩断无明。脱离黑暗，那就要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就是亲近观世音菩萨，亲近地藏王菩萨，亲近文殊菩萨，亲近普贤菩萨。他们的身口意，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跟他学好不好啊？所以各位要跟在家人学还是出家人学？跟先跟出家人学。出家人学就是跟佛学，跟出家人学就是要深入经藏。出家人讲的不见得是对的，但是以出家人为基础啊，所以佛告诉我们，讲经说法的人要引经据典，不然大家一盲引众盲，以戒为师，以经典为依据。那你听进去了，再来用这个经典来了解这个在家人讲的是不是真的，并不是说在家人讲的不对，但是要依法，佛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融入啊。所以佛告诉这个民众菩萨先修福，告诉他福报的殊胜，百千万劫火烧不坏，水淹不腻，风吹不走。你的钱没错啊，但是死了钱就不是你的了，对不对？你的福报死了，福报还是谁的？还是自己的，对不对？对啊，没错啊。福报随身啊，钱不钱没办法随身啊，钱搞不好有杀身之祸嘞。你有福报，你走到哪里谁知道你有福报？但是你有钱，哎呦，你靠，等一下，爸爸好急哦，等一下会有事情。所以佛才会说钱是毒蛇，没有说福报是毒蛇啊。所以各位明白了解，佛继续为这个菩萨开示，有福报但是不能解脱生死，还在受苦，还会生病哦，还会老哦，还会病哦，还会堕落哦。福报越大堕落越快，相不相信？对啊，福报越大堕落越快，因为修福报如果没有以智慧为基础，那这个福报是危险的。那佛告诉这个菩萨，有福报才有时间修行啊。那再来要修功德，功德才可以了生死出三界。
功德才可以解冤释结啊。所以有这么一句话，跟我念一遍：布施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很重要。你要灭罪，福报没办法，必须要功德。各位，我们的冤亲债主啊，是因为我们过去是不持戒，我们的冤亲债主是我们真的伤害他，我们不相信因果，所以伤害他。所以你要他离开，要不要持戒？要不要忏悔？所以你要让冤亲债主离开，你跟他商量，我给你100万，你离开我好不好？但是你还继续贪嗔痴啊，你还继续造恶业啊，你还继续不孝顺父母啊。你这个冤亲债主，你过去是因为杀他，他现在来找你麻烦啊，所以要不要戒杀？要不要放生？要啊。所以各位，抓到重点了。钱不是万能的，唯有佛法才可以解冤释结啊。所以欲灭罪，那因果在后面这么一句话：功德还啊。所以佛讲得太好了，这个菩萨听得懂了啊。所以佛又跟他说，在家人出家人不一样，在家人道业摆后面，事业摆前面，家业摆中间，没办法，没有赚钱家里怎么办呢？啊，所以大家嘛会这样说嘛，给我俩够不够？后来够忍住，有没有？有啊，啊，我们出家人修行人不一样啊，心够不够？有啊，各位看到出家人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佛告诉我们不要攀缘，给我念有道就有粮，出家人是不是以道为粮啊？对呀、啊，在家人以粮为道啊。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啊。那所以我们明白了，所以自己要好好去拿捏，到底要怎么办呢？所以佛又说，菩萨忙没关系啊，那你可以来六斋日、十斋日来金色啊，受保万德戒啊。佛又继续跟他说，啊，这个菩萨说，哎呀，世尊啊，你那么戒法那么多条，我没办法啊，因为我的嘴巴掏了，你个给我持戒，我出去用个路嘴巴掏了，啊，外面混得多啊，啊，外面拢爱把这个抽呀，将将啊，你吃物件我拢无分啊，所以佛陀又说，没关系，啊，你有空六三日、十三日来守八万斋戒好了。这个菩萨说，为什么？世尊，你要叫我守八万斋戒，为什么不要叫我守五戒啊？五戒是每天都要守的，八万斋戒哪一天要守啊？今天守就好了。哎，听到不？佛陀又说，你没办法守五戒啊，你要找工作吗？啊，那你找工作难免都会碰到这些财色名食睡啊，难免都会造恶业啊。所以我不敢叫你受吧，五戒是一辈子的事啊，那我告诉你八万斋戒是一天的事啊。他说，哎，这样一天我可以哦，各位一天可不可以？可以的啦。啊，所以佛也这样子给他做比喻啊，八万斋戒太阳，五戒一诺虫，八万斋戒大水大海，五戒一滴水啊。这个菩萨听得好高兴哦，世尊啊，什么时候你今生还要闯八万斋戒啊？下礼拜啊，第一个报名。那所以轮回苦，明白，所以要修福报，但是要出离三界，要解冤释结，要冤亲债主原谅，那你就要修功德。今天各位就是修功德啊，一方面忏悔，下午还要拜药师宝忏啊。佛又继续告诉这个菩萨，功德你解脱了，你小孩怎么办？我要带他去啊，那你要跟他说佛法啊。所以佛跟这个菩萨说，眷属要给他转化成法亲眷属，你知道不？在家人的钱要变成功德，在家人的儿子女儿父母眷属要变成法亲啊，啊，那就没问题了。心不执着，心向道，那走到哪里安住在哪里都无所谓啊。
啊，因为是心可以决定一切啊，所以佛又告诉他，菩萨做菩萨的殊胜，观世音菩萨的、雷劫的发愿，地藏菩萨的殊胜的功德，一直跟他说、啊、这个菩萨也要发起菩提心 啊，所以佛门有没有次第啊？有没有？有啊。各位，你早上来有没有次第啊？有没有？有，先吃早餐啊。吃完早餐有，进来就拜三拜啊。有啊，看一下我要坐哪里啊。我也开始赶快去上厕所啊。那你们也都排得好好的啊，对不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也没有说我要去上厕所了，没有啊。我也是啊，我来我就赶快去跑上上厕所啊。我是坐在里头，对吧？两点钟啊。啊，所以各位，佛法好不好啊？听听闻法快不快乐啊？好啊。所以没有来佛堂的时候啊，中立从前没有办法会的时候，大西郭牧赞德法师没有去的时候，自己在家里面读经好不好啊？佛亲自给你说法嘞啊，当然嘛要找佛啊，你要找赞德，找赞德当然要找佛啊，但是啊没有法会啊，自己在家里面读经啊，观想十方诸佛，像下午要拜忏的时候拜下去，嗡哇子啦，十方诸佛现前啊！啊，所以你的心可以跟一佛相应，你的心可以跟三佛相应，你的心可以跟无量佛相应，跟无量佛相应就是智慧啊，智慧就上来了，跟无量众生结缘，慈悲就扩大啊！啊，所以为什么要放生？为什么要点灯？为什么要施食？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啊？啊，就是不间断的身体智慧与佛相应，不间断的慈悲不离开众生啊。那所以大家翻开42页开导，善男子女人等，各位殷勤恳请，各位汝等作八戒等师，所有语言听我开导，福戒者如来立身之首物，贤圣修道之要戒，三级等戒，七众同收，或越三途而直去人天，或超有漏而见人觉岸，五圣运载皆为轴甲，万善各备皆为基本。那所以福报在最下面的，功德第二层，再上来做菩萨，再上来发菩提心成就福报，啊，所以是一步一步来的，啊，不能够没有按照次第的，啊，所以人圣受守五戒。天圣行十善，解脱道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菩萨道再加一个广度诸众生，行六度波罗蜜，发菩提心，最后成就佛道。所以各位今日能够与啊，我们9月16日来到中立，来到网路，大家发菩提心，为生命负责啊，来受八关斋戒。各位了解八关斋戒的名题。四方汝等一一受之，然此八戒名曰八关斋，关者禁闭之意，为禁闭八是不放过，斋者其意，以过中不食为斋体，八是诸神亲近斋体故，尤其八是斋体共相支持，又名八支斋法，互相支持啊，八条戒互相帮忙互相成就的，总不能说身体健康没钱，总不能说身体健康又有钱家里不圆满，总不能说前面三个都有最后大家都讨厌你，你身体健康又有钱家庭幸福美满，但是大家你的亲戚你的哥哥你的姐姐都讨厌你，这样好不好？好不好？不好啊，你要圆满啊，手要不要帮助脚啊？有没有？要啊。眼睛要不要帮助手啊？要啊。你没有眼睛你没办法来啊，你没有脚你也没有办法来啊，这样讲得很清楚啊，大家互相支持，又名八支斋法，须知斋一名戒佛所之故，戒一名斋其三业故，身其则无秽恶，口其则无诸过，心其则无烦恼诸漏业因，必须一日一夜秉至虔诚，内六念尽其自一，为一念佛慈悲导师，二念法三世佛母，三念生人天福田，四念天长寿安乐啊，五念戒清净身心，六
你也是普济贫穷，外以八支束其身口非一，不杀害，不偷盗，全断淫欲。第八，离非食食，由四三业道清净，成为出世正因，解脱根本。各位今者一一闻之矣。我能如法禀受佛，能如法受持问讯。四十六页，大家请起立。第三，请圣众等能够如法受持，听得欢喜，佛陀加持，我们应当一起来引请十方诸佛降临法言。再来，请中立中心附近王爷、土地公、三太子、二十四护法诸天来到此地为我们护戒，称自己名。所以早上有招请啊，招请的众生法号叫做慈悲啊。所以等一下引请的时候，弟子暂乐慈悲众等，引请三宝。香花迎，香花请，弟子行诸慈悲众等，一心恭敬说佛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唯愿不违本事降临法言，正容受戒，顶礼一拜。第二遍，香花迎，香花请，弟子慈悲众诸佛，一心奉请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皆以阿弥陀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唯愿不违本事降临法言，正蒙受戒，迎礼拜。第三遍，香花迎，香花起，弟子行诸慈悲众等，一心奉请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皆以阿弥陀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唯愿不违本事降临法言，正蒙受戒。香花迎，香花请，弟子行诸慈悲众等，一心奉请大小二乘毗尼利萨普天三聚谢波木叉十二分经全十教典一律清净圣僧法宝，谨印一心皈依顶礼，顶礼一拜。第二遍，香花迎，香花请，弟子行诸慈悲众等，一心奉请大小二乘毗尼利萨普天三聚谢波木叉十二分经全十教典一律清净圣身法宝，谨印一心归命顶礼。第三点，香花迎，香花请，弟子行中慈悲众等，一心奉请大小二乘毗尼利萨普天三聚谢波木叉十二分经全十教典一律清净圣身法宝，谨印一心归命顶礼。翻过来四十八页，香花迎，香花请，弟子行诸慈悲众等，一心奉请观音世智文殊普贤清净海众诸大菩萨玉藏会上优婆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禅南山中诸大律师中心律主慧云星宫大和尚福慧堂上上海下涛大和尚，唯愿不违本事降临法言，正蒙受戒，顶礼一拜。第二遍，香花迎，香花请，弟子行诸慈悲众等，一心奉请观音世智文殊普贤
清净海众诸大菩萨律藏会上优婆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传南山中诸大律师中心律主慧云星宫大和尚不愧堂上上海下涛大和尚唯愿不违本事降临法言正蒙受戒第三遍香花引香花起弟子行优慈悲众等一心奉请观音世至文殊普贤清净海众诸大菩萨律藏会上优婆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禅南山中诸大律师中心律主慧云星宫大和尚不慧堂上上海下涛大和尚唯愿不违本事降临法言正蒙受戒四十九页香花引香花起行诸慈悲众等一心奉请光明会上继位诸天半世世王天龙八部伽蓝土地护戒神王金刚力士优显灵曲唯愿不违本事坚坛护戒居士拜第二遍香花引香花起行诸慈悲众等一心奉请光明会上继位诸天范世世王天龙八部伽蓝土地护戒神王金刚力士优显灵曲唯愿不违本事坚坛护戒第三遍香花引香花起行诸慈悲众等一心奉请光明会上继位诸天范世世王天龙八部伽蓝土地护戒神王金刚力士优显灵曲唯愿不违本事坚坛护戒51页第四忏悔世间引请三宝万灵正蒙为护今者垂此降临片满法座心灵悲恳摄受忏悔往前三业污染安甘受戒我今为汝等举大精进各位听我之言音心想精进之义理决是改往修来更勿再作诸恶称自己名所有的法门不离开忏悔要往生极乐世界念佛法门、在净土三经里面告诉我们、世间福、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慈心不杀就是净那慈心不杀过去世我们都有伤害众生必须要忏悔你没忏悔不可能持戒的那修打坐的禅宗的也必须要持戒不然会有干扰的问题啊。地藏十轮经讲得很清楚不持戒打坐那你会幻听幻觉、佛来了菩萨来了干嘛干嘛不读经啊开始听声音呢声音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你那佛今年都不读了也不来佛堂啊末法乱象太多了所以地藏王菩萨告诉我们业障重者必须先学忏悔法门地藏十轮经各位可以去查业障重者后者必须先学忏悔法门业障消了读经眼睛就明白了很清楚智慧就打开了所以这个叫做灭罪浮游生这个叫做灭罪智慧就生了所以等一下拜佛忏悔的时候你想到哪里那个地方就业就松动啊生病病不消除啊往生者我
我们去医院啊，这个生病的人要死不死，要活不活，带他忏悔啊。这个生病的人晚上睡不着觉，带他忏悔，晚上就好睡觉啊。这个我有经验啊，带他忏悔，帮他众生皈依三宝，没多久，两天，往生者，生病的人往生啊。冤亲债主要原谅你，你就走了；冤亲债主不能原谅你，只能能力上面细节嘛下来。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忏悔，一起离苦，好不好啊？阿弥陀佛，各位菩萨把电灯关起来。会不会太暗了？前面接好了，前面留着接好了。So
向法师行问讯礼，向佛菩萨问讯。阿弥陀佛。大家翻开五十二页第五，问尘安，善男子、女人等，各位忏悔网页基金，我依善身经，先问七种之障，方可为有受戒。其中有无不可复偿，一一实答，称自己名。行说。那再大的痛苦、恶业，透过忏悔就可以消了。所以这七条我们都要答五。第一，五尘道现前身悟佛。五。第二，五尘于六亲男女中行淫佛。五。第三，五尘悟破身行犯行佛。第四，汝成于父有病时舍去不顾佛。第五，汝成于母有病时舍去不顾佛。第六，汝成于师长有病时舍去不顾佛。第七，汝成杀害发菩提心众生佛。第六，受三皈依。三男子、女人等，各位忏悔尽，身心清净，罪业消停。我今为汝等先受三皈，感发戒体，称自己名，随我与受。那皈依三宝是每个生命都需要的，这样才有保障。保障不是只有这辈子，因为有轮回。所以你皈依，生生世世都有保障啊。所以为什么有人啊，这辈子投胎来，小时候看到佛像就会合掌，有没有这种人啊？你是不是？你是哈、哦？啊，没办法，中立中心有这种人。为什么有些人看到出家人就想要供养啊？啊，他们藏传佛教，啊，他们认证活佛，认证这个是不是修行的？都拿法器，都拿经书，都拿糖果，都拿棒棒糖。我们一定拿棒棒糖，他们一定拿法器，他们一定拿经书，乃至于有传承的上辈子的法王，这辈子投胎来，他已经拿他上辈子的东西啊。那所以有没有轮回啊？有啊。那我们就是要皈依三宝，把好的种子种多一点。把好的种子种下去，种深一点啊！所以佛为我们做承诺了，再怎么样没修行，你愿意皈依三宝，龙华三会，第二会就可以得度了。第一会是受五戒的，第二会是受三皈依的，第三个会是你念过任何一尊菩萨的名号，未来第三会就可以得度。所以第三会是度名号的。所以佛慈不慈悲啊？对啊，慈悲啊。所以有一个出家人，过去是佛陀时代，佛告诉他什么都不用念，你就念三皈依就好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不堕地狱，这样念自己显现他的啊乌云就去掉了，佛性就显现了。他这样念，念的同时，旁边听到的众生有没有皈依三宝啊？有啊。所以佛陀规定
出家人四众弟子，在外面见到蚂蚁，见到蟑螂，见到有生命的，就要这样子说，跟我念一遍：汝是畜生，发菩提心，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对啊，就这样子啦。啊，所以各位有没有责任啊？各位会不会很忙啊？各位会不会无聊啊？你出去那么看到什么物件？你看到家族人，你看到什么物件？弄不完。啊，所以我们一起皈依三宝，跟我念：我赞乐慈悲，我行诸慈悲，受苦众生，受苦众生，六道父母，六道父母，归佛，归佛，归法，归法，归僧，归僧，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践行有菩萨，为践行有菩萨，顶礼一拜。拜下去的时候，观想一下三宝现前，大地震动，我们的恶业，我们的癌症，我们的病苦，我们的化疗，我们身心的疾病，人事物不能解决的问题，化成黑血蜈蚣，脚底流出去，恢复前进。第二遍，我赞乐慈悲，我行诸慈悲，累劫冤亲债主，历代祖先，七世父母，过去所杀所吃，动物水产，堕胎流产胎儿，归佛，归法，归僧，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夷。观想一下忏悔的力量，虚空涌出戒体，放光加持我及众生身体，变成透明的，没有污垢。第三遍，我赞乐慈悲，我行诸慈悲，现前祷告，现前祷告，所有亡灵，所有一切债主，一切债主，招请众生，招请还未有情，还未有情，放生入命，放生入命，家中父母眷属，世界各地，所有病苦者，所有病苦，所有往生者，所有往生，所有受苦者，所有受苦者，归佛，归佛，归法，归法，归僧，归僧，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塞，为进行优婆夷，顶礼一拜。最后一拜拜下去的时候，在虚空看到戒体呢，云化成宝盖，啊，帽子。虚空反下，覆盖着我及一切众生，流入我们的身心，有发热的感觉，得到戒体，永为佛子。这个戒体比什么还重要啊？比你黄金珠宝，比你的房子，比你的车子，比你世间珍贵的东西都还来的尊贵，还来的有保障。这个戒体可以让你处理生死，可以让众生离苦，可以让祖先超度，啊，可以满愿的，啊，所以54页正觉归体，上来生归正是那体，更加三劫得法圆满，未知三般觉魔入随我道，我赞乐慈悲，我行诸慈悲，受苦众生，受苦众生，六道父母，六道父母，皈依佛经，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皈依僧经，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塞经，为进行优婆塞经，顶礼一拜。第二遍，我赞乐慈悲，我行诸慈悲，累劫冤亲债主，累劫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皈依佛经，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皈依僧经，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夷经，为进行优婆夷经，顶礼一拜。第三遍，我赞乐慈悲，我行诸慈悲，现前祷告，现前祷告，所有亡灵，所有亡灵，一切债主，一
招请众生，还未有情，放生无命，家中父母眷属，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塞经，为进行优婆夷经，顶礼一拜。啊，这位菩萨，请坐哦。第七宣戒相，我已为汝等禀宣三规，各位已得八戒体经，再为汝等宣说八戒名相，令汝等四相以护其体。各位当遍缘法界一切请非请经，发无上菩提心，于一一戒中虔诚禀受，各称法名。那到底是在家好还是出家好？以佛来说，当然是出家好，但是出家不见得啊是要离开家里，因为在家里没办法。但是佛在经上说，心有出离心，就是出家。对这个世间啊，感受到他的苦、他的无奈、他的无助、他的逼迫啊，所以很容易升起觉悟的心呢。所以出离心就必须要受戒啊！所以各位今天有没有出家一天啊？有啊！啊，代法出家 啊！所以这个是佛的大慈大悲啊。那在家人了解出家人的生活、生口意，更那在家里有机会翻身，有机会去向光明。乃至于一天就可以改变命运，生生世世就可以有一个殊胜的未来啊！所以出家，所以八关斋戒要怎么样安住，要怎么样了解明白呢？在《大经大论》说啊，《菩萨处胎经》这样子说啊，欲出家者，境界以为首，境界以为首。这八条佛为我们制定了，为我们说明白了一切痛苦的根本啊，所以八条戒都要守。那在这个戒书啊，戒的一开始啊，进入了重点，就告诉我们出家所为，断爱为先。断爱不是叫你不要感情，不是叫你不要有欲望，是都后的话了解这些是苦的。所以世间的人有欲望，修行人出家人也有欲望。出家人世间人的欲望是什么？善法欲，急着要布施啊，急着要帮助人，急着要受戒啊，跑第一 啊人家去刷卡，我们也要刷卡，刷卡刷下去，造佛像啊，印佛经，盖佛塔，好不好啊？在家人的欲望是满足啊，出家人的欲望是给予啊，你听到吗？付出奉献啊，断爱以为先啊，以这个小爱化成大爱。所以在家人修福报，出家人修功德，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所以萨遮尼见子经又这样子说啊，给我念一遍：一切功德，一切功德，助道之行。以戒为本，持戒为始。对呀、啊，功德啊，助道啊，你要行道啊，持戒为本，开始，持戒为开始，啊，那就没问题了。入三宝海，信为本，那得人天福报，住在佛家，戒为本。各位，你住在哪里啊？你莫拿中山路二号，中正路。母鸡的意思 啊，所以你住在国家，所以佛有没有住你家？有啊，是这个意思啊。住在佛家，以戒为本啊，得解脱功德啊。啊，所以这个戒自利益啊，戒名扬两利啊，戒名为智，智不善，又名学，学调伏身口意。
学净化身口意，学如何帮助众生戒，这个就是戒的名称啊。涅槃经又说众生有佛性，持戒而乃戒啊。所以大智度论龙树菩萨又说，要求大善，要求大的利益，当持净戒。佛陀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都是持戒而得的。所以各位，我们来显现佛性，我们来做菩萨，成就佛道，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受如来圣阶五十六耶。各称法名，第一不杀生戒，一日一夜能持佛。第二不偷盗戒，一日一夜能持佛。第三不淫欲戒，一日一夜能持佛。第四不妄语戒，一日一夜能持佛。第六不饮酒戒，一日一夜能持佛。第六离花香璎珞香油涂身戒，一日一夜能持佛。第七离高圣床上坐及坐上器乐故往观地戒，一日一夜能持佛。第八离杯食食戒，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顶礼一拜。各位菩萨再请坐一下啊。刚刚法会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啊，我们这边要换定表啊。这个人有善根啊，这年轻人啊，啊，今天停电你们还要办法会？哎呀，你们不知道，等一下要二十分呢。啊，然后这个人紧张就跑过来，啊，然后那个年轻人说，五分钟就好了，先装你们的了。他的新的这个电表都放在旁边了，啊，所以然后可能又用不好，又说两分钟，有上根啊，他也可以不用这样子啊，对不对？把功德回向给他好不好？啊，让他能够护持佛教，啊，让他能够有这个亲电的因缘，啊，也能够学佛啊，学佛学佛，他也是我们的家人啊，啊，也是我们的亲人啊，啊，所以。走到哪里都要结好缘，好不好？好。你不能跟他说，啊，你哪能无讲啊呢？啊，你唔通问人较济啊，台都白来啊，啊，伊就避免啊，伊就讲，好，恁暗时到有恁有电，是不是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啊，所以我们要结好缘。啊，所以有一天，信徒问佛，什么叫做戒？佛告诉他，戒就是孝顺。优婆塞戒经的戒就是色心，那眼睛的啊，所以戒就是调伏，啊，调伏你这一颗散乱的心啊，啊，所以因为这个世间每天啊晦气太多了，啊，每天事情没办法去掌控了，那只要你掌控你这颗心，那你就掌控全世界。你掌握这一颗心，要怎么掌握？持戒。啊，我做给你骂不行，你能骂不行吗？啊，前天呢，我在岗顶，有一个女众菩萨，啊，义工，给他带过来找我。啊，师父啊，你要帮助他。哎呀，他这个人晚上都胡思乱想啊，控制不住啊，啊，都是负面的想法。啊，忧郁啊，等等啊，有的没有的，啊，然后这个女众菩萨跟我讲，白天还好，晚上就会胡思乱想，啊，越想越糟啊。我说你要念佛，然后又给他建议，啊，很多女人都这样子，要拜佛。他说师傅，我脚不好，没办法拜，那没关系啊，念佛啊。啊，我说你平常念什么？他说念地藏经。我说地藏王菩萨有没有力量的？那一天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啊，所以我看了《地藏十轮经》，地藏王菩萨大慈大悲大愿大力，你只要念他的名号，你只要有被众生干扰的，都可以消除。啊，所以他《地藏十轮经》里面有讲，若一日发，若
隔日发，若三四日发，哦，这种不知道够巧的呢，大智慧，伊也知影讲这个人一日发，然后现在一天在看病啊，一天都不正常啊，有时候隔日发作，135正常，26发作，有时候他会讲三四天发作一次，地藏菩萨厉不厉害啊？厉害啊！所以地藏菩萨说：“你只要念我的名号，我让你身心离部位，我让你身心得安稳。”那地藏菩萨又说：“被附体的、被干扰的众生无量无边啊，有咽口鬼，有魔睡不多啊，它里面讲了十几种啊，讲了十几种众生啊，啊，包括冤亲债主。”如果你能够这样子来念我的名号，那我就让你离开种种部位啊！还讲什么？种种部位叫什么？你别惊死啊！你别惊痛啊！你别惊破病啊！无钱你也别惊啊！哦，很慈悲啊！各位相不相信啊？相信啊！爱开钱无？爱开五十无？爱开一百无？爱开一千无？你刚刚都还没听过。太奇怪了，你们会给啊？对啊，这个都不用花钱啊。我跟这个菩萨说，你好好用功啊！你他，我要鼓励他吃素。那师父我在不方便呢。我问他，啊，你一个人住吗？还是跟家里面人住？一个人住嘛，一个人住方不方便？对啊，我一个人住还不方便。人家说有家庭的人才不方便啊，一个人住哪里不方便啊？你今天要吃泡面就不吃泡面了、啊。你今天要吃哪什么就吃哪里啊？我想我一定哪里不方便。难道家里面有老鼠吗？我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啊，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一定很黑暗的，一点点的乌啊，乌就是欠着嘴啊。啊，那欠着嘴，那你一定要害啊！啊，你基本上还没力啊，你个路欠路贼啊，吃了是不是欠债啊？对啊，我就鼓励他，我没有强迫他，但是我要把道理跟他说。我说你要相信师父，师父不会害你，不用花钱的，你去花钱不见得有用嘛，对不对？啊，然后我就告诉他，你天天念地藏经，念地藏王菩萨圣道，一个月就有感应了，一个月你就不是乱讲了，真的吗？各位真的吗？真的。对啊，早知道带你们去跟他说啊，早知道带他来中立中心了，对不对？一个人跟他讲十分钟，好不好？买个够嘛，后来我讲说了。大家要互相帮助啊，这种人太多了。啊，所以有多少人知道吃素才不会欠债？有多少人知道戒的力量？啊，为什么发愿可以成就？因为各位有忏悔，因为各位有持戒，因为各位有持戒，内心欢喜，所以发愿就成就。我还有，这是佛说，当然不像网友。欢喜不？我这边欢喜不？啊，对啦，你看真欢喜，欢喜不？哇！那咱无啥难嘞，欢喜不？有啦，这一听就知影无啊嘞。啊，所以佛说发愿能够成就，是内心的欢喜。佛陀又说，发愿可以成就，受戒不后悔，不后悔。各位有没有后悔？好像有。对呀、啊，佛在经上这样说，受戒不后悔，受戒又欢喜。所以发愿可以成就，这是一本经说的，我忘记哪一部经了、啊。啊，所以今天正是时候，那、啊、所以大家翻开59页，大家一起发愿：善男子、女人等，三归八戒、体相、一一了之受持。我依阿含经，当教各位发愿：若受八戒而不发愿者，得少功德，良以行愿相知，方能成就福慧圣业。是故汝等今对三宝勤自信，何惭口发誓愿？发愿之欲如何自成？孔汝未能，我今教汝随我言道，各称法名。行诸大众，请参跪。那前几天有人问我，师父可不可以替人家受八万灾劫？可不可以？可以，忏悔都可以的，为什么不能受替人家受八万灾劫？师父，有些人说不行呢，共修功德，普修佛德，是没错。但是发菩提心就可以带众生忏悔，发菩提心就可以带众生发愿了。啊，我说没问题的，你不用担心。他就很高兴了，
所以大家一起发愿，跟我念：我暂乐慈悲，我行诸慈悲，受苦众生，受苦众生，六道父母，六道父母，一起念：至心发愿，今以此大欢灾功德，不堕恶趣，发难边地，持此功德，摄取一切众生之乐，所有功德，会施彼人，使成无上正真之道，以此将来弥勒佛三会。得度生老病死，往生净土，亲近弥陀，证无生人，还入娑婆，化诸有情，同登觉岸，成无上道，救离难。发自己的愿，断恶修善，度众愿，慈悲愿，出家愿。第二遍，我暂乐慈悲，我行诸慈悲，礼节冤亲债主，礼节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一起念：至心发愿，今以此大欢灾功德，不堕恶趣，发难边地，持此功德，摄取一切众生之乐，所有功德，会施彼人，使成无上正真之道。以使将来弥勒佛三会得度生老病死，往生净土，亲近弥陀，证无生人，还入娑婆，化诸有情，同登觉岸，成无上道，救离难。第三遍，我暂乐慈悲。我行诸慈悲，现前讨报，现前讨报，所有亡灵，所有亡灵，一切债主，一切债主，招请众生，招请众生，还未有情，还未有情，家中父母眷属，家中父母眷属，一起念：至心发愿，今以此发观灾功德，不堕恶趣，发难边地，持此功德，摄取一切众生之恶，所有功德，会施彼人，使成无上正真之道。一时将来弥勒佛三会得度生老病死，往生净土，亲近弥陀，证无生人，还入娑婆，化诸有情，同登觉岸，成无上道，救离难。大家请合掌，跟我发共愿。三宝加持，三宝加持，诸佛护念，诸佛护念，我等虔诚，我等虔诚，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受持八关斋戒，受持八关斋戒，如来圣戒，如来圣戒，供养诸佛菩萨，供养诸佛菩萨，三宝释迦牟尼佛，三宝释迦牟尼佛，为我作证明，为我作证明，在此发愿，在此发愿，生生世世，愿生生世世，直至成佛，直至成佛，皆能够，皆能够，直佛出师，直佛出师，立誓诸佛，立誓供养诸佛，供养诸佛，开礼数。戒杀放生，施食点灯，同真入道，亲近善知识，皈依三宝，断恶修善，修学犯恨，同佛出家，证得解脱，深信因果，具足惭愧，信心成就，孝顺父母，忏悔业障，严持戒律，慈悲众生，临命终时，没有痛苦，没有病苦，没有烦恼，没有障碍，没有债主，没有恐怖，没有四大分歧，种种苦恼，临终欢乐，自知时至，心不贪恋，亦不颠倒，弥陀皆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诚愿再来，具足菩萨八法，长寿健康，身体有力，相好庄严，愿财无碍，出生高贵，多劳财宝，处众无畏，得大丈夫身，深入经章，妙解诸论，释出四法，
三圣教法，五圣教法，显密圆融，同理大众，智慧如海，一切自在，对呀他，万家之样，哦不大，奈所哈，对呀他，万家之样，哦不大，奈所哈，对呀他，万家之样，哦不大，奈耶所哈。大家请坐。那每个人都有参加过发问斋戒嘛，对不对？有没有人第一次来的？那没有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啊，除了不杀生还要放生，不偷盗还要布施，夫妻分房睡，睡在地上，睡在椰子垫。那今天就不骂人，不骗人，啊，不说没意义的话，乃至于不两舌啊，然后葱蒜韭菜槟榔毒品都不要去碰，不喝酒啊，然后晚上要洗澡擦药皂，这喜欢上次也要洗丁贝，应该洗丁贝啊，这几个买过来了，这个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哎呀，逛了这种玩意，因为这个没有多少钱啊，但是可以让大家很舒服。啊，我就到处买这个跟人家结缘，别无后啊！啊，所以想到啊众生的苦啊，想到如何帮助他，要有实际的行动啊。像我那一天去崁顶，帮忙在这里义工他也去买，啊，买那个比较贵的啊，也是没有味道的啊，那就是手工的啊。哦，师父结缘结缘，哇，太好太好啊！所以就擦没有香气的、没有香味的药皂。或者是冲一冲，就休息也可以。啊，今天眼睛不要乱看，看经书就好了。耳朵不要乱听了，啊，没有你的事啊。内心不要乱想啊，想也没用啊。啊，我们真的很会乱想，包括我自己都会啊。反正学佛了，以前想100分，现在想80分，好不好？每受一次方丈戒，就给他减5分，好不好？领导等级还分不动啊？你心就静下来了，因为你不动心。外不着相，随他去，阿弥陀佛。这个是一位法师告诉我的，啊，以前的佛会啊，佛会电视台有个长老叫什么长老忘记了，他就告诉我，擦擦鼻啊，阿弥陀佛。要学起来啊，达摩祖师的心要随他去，各有各的因缘啊，这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哎呀，很苦。那所以心收回来，心放下，心静下来，你会发现不一样哦。心静下来的时候，几唱个点点马在。心静下来的时候，就像这个浊水变清了，鱼就看得到了，是不是啊？对呀。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心静来的时候很舒服的。啊，佛陀说这个就是道。佛陀告诉出家人，什么事情都没事的时候，这个就是道。无限不逮起有力还啦。啊，那菩萨道的，菩萨道就是想，哎呀，众生好苦，就想这样而已。解脱道了，哎呦，我的贪嗔痴有没有进化？想这两件事就好了，好不好？想自己的烦恼减少了没？想众生需不需要帮助？心烦的乐好不好？那我什么烦乐啊？啊，所以我们互相勉励啊。啊，所以中午吃完，晚上就不吃啦。啊，一直到太阳明天出来的时候，看到指纹才可以进食。除非你有不舒服，低血压、糖尿病，啊，然后三高的问题，那就找一个听得懂人的话了。对不起，我要吃东西，不然我这扛过啊，还没等亏啊，我加钱。好，去吃吧，那就没问题了。简单明白。第八八愿，三男子、女人等，三规八戒体相一一了知受持，我依阿含经。当教各位发愿，若受八戒而不发愿者，这个念过了。第九劝阻一下，善男子、女人等，汝等已受八戒，已发大愿，受持一日一夜，虽为甚易，奉行一日一夜，实为甚难。不可于刹那勤其世俗想，亦不可于刹那勤其懈怠心。当勤修六念，紧护八支，业烦恼习自然除灭，纯善本心自然开朗，出世正因由之成就。闻书问经云：世间菩萨，八戒者是。所以你要帮助众生，要受戒，拔三途苦众生，不杀生，你就可以回向给开刀的、发烧的、正在受苦、正在住院的。
没钱的持不偷盗戒又布施，马上就找到工作了。楚台经云：八关斋戒者，诸佛父母也。萨婆多论云：若作阎浮提王于阎浮提中，一切人民金银财宝于中自在，虽有如是功德，以八关斋功德分作十六分，阎浮提王功德十六分中不止一分，所谓最后清净八戒斋也。各位已得如是功德，当增进富户，勿令毁损。婆沙论云：受八戒者，名曰净住，为尽阿罗汉住故，又名长养，为长养善根，令其增多故。各位已得尽阿罗汉住，而能增长善根功德故，当生庆幸，如法奉行。各位果能如法奉行佛。能如法奉行。大众请起立。大众至诚礼谢法师慈悲传戒开示，顶礼法师三拜。向佛菩萨一拜。受戒功德圆满，大众同音一起念：受戒功德殊胜深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立诸有情，数万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问讯。问讯。好，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佛前供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恭送法师回了，请对台班。阿弥陀佛。大众转身向上，礼佛三文讯。三文讯。